提醒您本期看点。2017与你在一起新年台历计划，比拼赢的那一队可以放一张帅照在这个月，而输的那一队就只能放丑照了。今天真的是事关一整年的面子，请看我，你怕了吗？对，请看我，谁怕谁？是荣誉在前，偶像包袱算什么？哇，好棒啊！我的天哪，谢娜疯了！快心加油！哇，又来了！你们这些女生以后再也不要说哦，这个矿泉水我开不开封，开一下瓶盖呀哦。颠覆形象算什么？你们两个那个头发是不是揪得特别疼呀？现在主要是揪得自尊心很疼。我模仿的是刘欢老师，金角刘欢，银角刘欢。我特别想穿起他一枪打俩。紧张，要表演的是5年前的杰哥啊。我那个时候正好是热恋当中，对吧？哎呀，我爱谢娜。演技爆发算什么？一脸真诚的脸啊，看着啊，大伙就是空的。小月，你可以给我演一个奸诈的脸吗？就是个空箱子，就是个空箱子。这比平常更加正义凛然。又是什么礼物惹得他们眼泪连连？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感动啊！等于说我们还披荆斩棘算什么？快！追过来了，追过来了！我不会输。你们等着全盘皆输吧。2017年。勤劳朴素的马栏山人民即将迎来硕果累累的一年。2017年，快乐大本营这艘综艺航母也即将迈入它劈波斩浪的第20年。今天，快乐大本营新年第一期与大家见面，重磅打造2017与你在一起新年台历计划。今天来的嘉宾将和快乐家族一起拥有将个人形象大片制作成新年台历的机会，但你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挑战才能获得。何炅、维嘉作为两队队长，将带领队员接受台历挑战。无论挑战的获胜队伍，该队队员的盛世美颜将会制作成这月的封面人物，而败北的队伍，哈哈，同样你们颠覆形象的大片也将会陪伴观众一整年。让我们向台历发起冲击吧。2017，请看我。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在2017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第一期人就不齐，不是人非常齐，但是刚才短片已经说了，我们新年的第一期有个重磅企划，叫做2017和你在一起快乐的台历大作战。对，辞旧迎新的时候呢，家里这个书桌上啊，这个台历就是要换一下了。是是是，去年的那个收起来，新年的要换上了。所以呢，今天真的是事关一整年的面子，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两队的队伍这个请出来，好不好？好，掌声欢迎我们自己的队友上场。欢迎他们。耶、我这队的成员谢娜，我这队的吴旭。我这队的第二位重磅的海涛王祖蓝。放呆了，放呆了。
接下来我们这队的名副其实的宝宝黄宝强。我们这一队有非常有才华的白客赵一俊。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分成两队，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这几位非常有才华的来宾呢，他们来自于一个很让人期待的作品，就是《大闹天竺》。对，这是恭喜宝强，这是我们的宝宝第一次当导演的。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那个首次自导自演，因为真的新导演很需要大家的支持。那个鼓励，我会更有信心拍更好的电影给大家看。啊，大年初一，别忘了大闹天竺，谢谢大家。支持你。之前有朋友看过，说这个宝宝说宝宝拍得非常好，而且演员都非常出色，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我们的赵英俊，有我们的白客，有我们的祖蓝，对，还有一位呢，现在刚刚下飞机，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待会儿也过来跟大家见面。我们先不说是谁，好不好？好。那今天分成两队要来比拼了。那么从英俊这边是属于我们这队的，我们起个名字吧。今天的队名里面必须有"请看我"这三个字。请看我。你们那边叫什么名字？我们的队名是请看我，你怕了吗？对，对，自问自答。我们的队名是请看我，谁怕谁？帅。同志你好，请跟我走一趟。好，那今天呢？刚才娜娜，你们在后面有没有听到规则？导演有问我要那个漂亮的照片和丑的照片，我把漂亮的照片发给了他，他说还有一张丑的呢，我说我不会输。我们气势已经在这儿了。好了，我们第一个游戏呢，就考虑到一个团队作战，每一队要派出四个人来，派出四个人来。那这个游戏里面，任何一个人掉链子都会影响到全队的成绩，好不好？好，好吗？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考验。生活大爆炸，正常成年人能轻而易举完成的小考验，在承受巨大压力之下，能否顺利迅速的完成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今天第一个游戏呢，是每个人要吃完面前的辣年糕，吃到你腾出嘴可以念出下面一句绕口令：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大家都说这一句。我对，还没吃年糕，红鲤鱼与驴。那你们先来，好不好？用我们的 vivo 手机准备开始计时，一分钟计时开始。他说的什么？他说是好吃是吗？发出了个尖叫而已。不要在乎这些了，还要擦干净嘴巴说吗？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红。说完了就敲铃，敲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红鲤鱼，绿鲤鱼。少一个鲤鱼。红绿绿鲤鱼，绿鲤鱼，红绿鲤鱼。烧满。好，回家。为什么维嘉吃了还带丝儿啊？好辣！红鲤鱼，绿鲤鱼。不行，江江不行，再一遍，要清楚一点。哎，好痛苦啊！红鲤鱼，绿鲤鱼，驴，漂亮漂亮！海涛上，快海涛！好啊！啊，我学会了。还要笑，憋住了。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好，娜娜来。真的好辣！五秒倒计时，快！红鲤鱼，绿鲤鱼，驴。哦。鱼驴。哦。是很辣的那个。差两秒，差两秒就完成了。哎，要是这么辣，我们不玩这个环节了吧？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对不对？我们把这一分，把这一分让给他们。对，就让给他们就算了吧。你们赢了，你们赢了，赢了，你们赢了。哎，这么辣！王祖蓝也不吃辣了。没事，我试试看。不行啊，不行啊，红鱼、粤鱼、鱼。这么辣吗？他们是不是吓我们？辣妹体会，你慢慢体会。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我跟你讲，这是那种很便宜的辣椒的味道，烧味的那种，还挺直接怼过来那种。愿赌服输，好不好？既然是游戏，我们就尊重规则，我们这一分让给你们，建议你们认输。我们弃权。不行，恭喜你们，你们赢了。哦，恭喜恭喜恭喜！如果用伟伟的话，能够可以的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来，准备好了。计时，预备备，可以开始。红鲤鱼与绿鲤鱼，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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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鲤鱼与绿鲤鱼，哇塞！美女，哎，先别塞那纸巾了。我整个嘴都已经感觉就是不是我的，公布成绩了，何老师队58秒完成的，恭喜！这一轮的比分1-0。好，接下来换下一组的道具。新年的第一期的大本营，相信新年的时候大家都换个被子，对不对？换个干净的枕套，干净的被套。那接下来就要求大家在1分钟的时间里，四个人接力把这个枕头要套到枕套里面。这一次我们先来。可以吗？好不好？谁第一个来呢？在这个位置，来，谁比较擅长就往前站。好吧，祖蓝来，来准备。哇，好紧张！我们的 vivo 手机计时来准备，开始。哇，有技巧。哦，他是那样弄过来，反过来。但是怎么觉得要弄巧成拙呢？很慢的。祖蓝哥，你是在搞笑吗？哎呦，我先把它翻过来，你确定这样先对的吧？哎，好像不错，来，要弄整个整个拉链，拉链，两个脚，对对，拉链，抖一下，拉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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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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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拽他的两个脚，抖他，抖他，我觉得轮不到我了耶，四个脚还是拉秧的，别说你了，我觉得白客都受不了。好了，出师不利，他怎么有脸说他第一个来啊？谁比较擅长就往前站。他怎么有脸说他第一个来啊？对不起你们了，我对不起你们了。啊，好像还好，英俊这个还好。哦，他这个好快哦。稳一点，稳一点，弄平，弄平，然后。加油，来白正盛，我可以说话。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不错啊，不错啊。来，阿玲，好好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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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点厉害这个。我们不怪你，我们只是恨你。祖蓝，你非常棒。我预感到他们会选出王祖蓝的丑照出来。祖蓝非常想让娜娜打头炮，当然可以啊。头阵可能收不了关了。来准备。哎，不要偷跑，那个女的，把手拿出来。你套进去了。好，太好了，准备。准备，开车。没有没有没有，还有5分，慢慢来，慢慢来，真的。对，方法是对的。你们俩是一样的。对。哇哇，不是，错了错了错了，是另外一边。那个枕头在转圈，完了，弄不调整了，堆坨了，堆坨了。不要急不要急呢。真的，堆坨了，反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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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半个枕头，反过来在转圈。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慢慢慢慢，不是，错了错了。可以，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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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卡住了。没有没有，翻回返回去，拉回去拉回去，拉回去，不能帮不能帮啊，不能帮啊，夹着夹着那个，没有没有没有，卡住了卡住了，哇哇，
没有没有，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好，来，海涛上。哎，这个厉害！厉害耶！哇，好男人呐！有机会，有机会，只要宝宝不掉链子就没事了。大力，大力一点，大力。哎，好。宝宝来，宝宝，宝宝来，宝宝。啊不，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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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错了，错了。小心点啊，宝宝。错，错了。啊！哦，要爆了，爆了，拉拉链。擦边。气球爆的那一刻的时候，宝宝这一对就是最后的那个枕头进去的比较多，他已经只是剩拉链了。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一对就是我那个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不是，不，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一个集体，不是不是不是，全部都是后腿，不是。娜娜，你不是后腿，你是那一对的王祖蓝。何老师，你不是不怪我吗？我一点都不怪。好，那我们这样大比分算1-1，好不好？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决赛。这一轮很简单，要求把快递盒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再摁一下铃就可以过关了。好，刚才呢是佳佳这一队获胜，所以这一次他们先来。好，不要偷跑哦，那边小朋友啊，胶带都已经抠起来喽。来，预备 ，vivo 手机，一分钟倒计时。一起上，一个一个都进行到第三个游戏了，还在问游戏规则。来，准备，宝宝，开始。哇哇，宝宝，哇哇哇！按铃铛，按铃铛，不要玩机，太兴奋了。哇哇，维嘉也很厉害。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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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好，海涛，哎，打死了，打死了！哎呀，多片白旗。好样的，海涛，帅死了！卡住，卡住。来，嘉玲的，娜娜上。好棒啊，我的天哪，谢娜疯了，手撕鸡啊，好棒啊，我的天哪，太猛了吧。哎，你们考虑过快递里面鸡的感受吗？你们这些女生，手撕鸡！你们这些女生以后再也不要说哦，这个矿泉水我开不开封？我开一下瓶盖呀哦。哦，这个瓶盖我打不开，我可以从中间截断吗？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维嘉这一队的精彩表现。那接下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成绩了，我们先不说啊，我们反正这边呢，希望这一队也可以拼尽全力，好吧？我们加油，好不好？来，来，还是祖蓝先开始，好不好？预备备，开始。哇，我的天哪！哇哇。这个鸡是被咬死的，你们尊重过快递吗？没有。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成绩。首先是佳佳这一队，佳佳这一队的成绩是56秒钟，一分钟完成了，很棒，来掌声。而这边，刚才这个才花了33秒，中间平均。太棒了，中间两位一人一秒，真的是中间两位一人一秒，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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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厉害，祝你们2017年天天都是双喜一。好，那么综上所述，今天的这个生活大爆炸的游戏三个环节下来，请看我谁怕谁队以2-1获胜。所以呢，现在双方各推出一个人来，这边推出的人是挂美照帅照，这边推出的人是挂丑照。好，来商量一下。我们已经决定了，你们决定了吗？决定了。就是我们在商量的时候，宝宝一直在我旁边说我没有丑照，我没有丑照，我没有丑照，没有丑照，没有丑照，怎么还能没有丑照？我倒是挺好奇，要不然就挂海涛的吧。接下来我们是涛涛的丑照，各位做好准备，好不好？互相扶一下，好吗？啊，观众互相支持一下啊！好，来，3、2、1，走。这还非常帅啊，帅啊，这很帅。导演可以看一下海涛的帅照，我们再自己来选。哇，那还是刚才那张吗？这个是有联系的，那帅照一出来，然后另外那个说，我让你 PS。 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小男孩，从小到大都需要拥有一张帅的照片，可以放到台历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了他。我们将要放到是王祖蓝的帅照。你刚才真的好开心啊！你的愿望吗？嘻嘻。你的愿望吗？嘻嘻。好开心啊！为什么？我没有帅过。放王祖蓝的话，刚好王祖蓝自己在庆祝的时候，他用眼神跟我交流，想让我跟他一起庆祝，我就。我有吗？看一下祖蓝的帅照是什么样子，来，请看大屏幕。心机了，角度的重要性啊，角度的重要性，审美风景也美，又在模仿梁朝伟。哎，无间道里面的梁朝伟，我就是我。他好像是把脚伸在水里面，有那种鱼疗啊，鱼的脚，他的脚很享受。我就鱼疗，我就配合太生活了。红鲤鱼跟绿鲤鱼，绿脚。哇，这张真的超帅的。快点，好，来，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照片上了我们的这个新年台历了，那么接下来的游戏呢将会继续产生后面的照片，我们拭目以待。提醒您稍后看点，一脸真诚的脸啊，看着啊，大伙就是空的。小月，你可以给我演一个奸诈的脸吗？就是个空箱子，就是个空箱子。这比平常更加正义凛然。又是什么礼物惹得他们眼泪连连？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好感动啊！谢谢大家，谢谢。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刚才我们也说我们组有个成员呢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少一名队员总觉得不得劲似的。来了吗？来了，要合体了，在后台候着呢。掌声欢迎岳云鹏、小岳。小岳岳，小岳岳，我的天哪！来，小岳站中间，站中间。大年初一要看你们的戏啊！大年初一看《大闹天竺》好不好？谢谢你们啊。好，那这样新年到了，我们互相要互送礼物，但是呢今天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礼物交换大会。游戏规则，两队玩家隔空对垒，各队都将拿到两个装有古怪礼物的盒子。游戏开始前，两队分别进入道具间讨论战术，决定礼物的出战顺序。可以选择将盒子里的礼物如实描述给对方听，也可以选择撒谎脑洞大开，胡编乱造一个物品进行欺骗描述。另一方需要在对方的蛛丝马迹中判断对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并且大胆压注，若判断正确则能得到礼物盒。两轮游戏过后，礼物盒多的一方获胜。第一轮先看看请看我你怕了吗，对是决定说真话还是谎话呢？这得说个假的，要不然不好玩。那你不说诚实吗？你要咋的？什么别人都质疑你，让他说这个。
是空的，别人说什么都质疑他。形象很诚实，但是又很彪悍。因为你的捏画，他就是你，他说什么都像假。你就说真的。呵呵，一个集智慧与演技的游戏，第一轮现在开始。我们选好了，好，我们的礼品盒号码为四号，我们的礼品盒号码为三号。每个人先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这个礼物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坏了，我是不是说多了？没有没有，可以啊，说太多了，说太少了，太模糊了，你等。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里面是一个宇宙。他充满了快乐的祝福。哎，你笑我笑我笑，咋对？他是不开心的事。哎，不开心。回家。家。为什么你们每个人说完，你们彼此双方都表示非常的惊讶？彼此都没想到会用这样的词藻来形容的。来吧，它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分每秒都离不开。宝宝，我要听宝宝的。他是神奇的魔法，可以容纳万物。容纳万物，容纳万物，哎，真的是宇宙啊！我觉得应该就是个空盒子吧。对，不开心的事儿。对，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小月月，你觉得剩下的这四个人谁说的最好？为什么？太会问了。对，我可以说实话吗？我说实话吧。等等，莫非小月月想起了什么？让他说这个是空的，是空的，是空的。别人说，说实话吧，就是空的。啊？怎么了？就是空的。怎么了？你怎么了，宝宝？宝宝笑成这样。你是说我傻吗？导演，导演，你为什么这么开心？我觉得小月月说的好逼真呢。他就是空箱的嘛，对不对？什么情况？好逼真呢。包罗万象，不开心的事。空箱子为什么是不开心的事？那就问娜姐了，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描述的？娜娜，他说是个空箱子，你说是不开心的事儿，你俩是没对好呢，还是你俩在撒谎？没对好。海涛，你说的什么？还有两个问题可以问吗？对不对？你再认认真真的告诉他们，别开玩笑，你那没开玩笑，一脸真诚的脸啊，看着啊，大伙儿。那是什么？看着啊，一脸真诚。那个这样，小月，你可以给我演一个奸诈的脸吗？我想看有什么差别吗？来，就是个空箱子。好，再来啊！再来一遍，再来。特别好，哥们，你挤出一个假双眼皮，好厉害哦！平地一声雷啊，哥。来，他就是个空的。这叫奸诈了呀，这比平常更加正义了。正义了，真诚的。好吧，三个问题何老师问完了，我们要做决定了。选择，我和英俊觉得是真的，欣欣跟白客觉得是假的。我感觉他是应该按空箱子在说，但里面应该有东西。我也想到这个，这个里面我觉得看演技，看小月月，看人性，看宝宝。月月，我不是说你没人性，我是说你演技好。我说你演技好，演技好。宝宝是再来一次，我跟宝宝再配合一次，好不好？再配合一次啊！宝，那个他就是个空箱子，好逼真啊！说，这一次你没有演好，没把我的衣服拽下来。做决定吧，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集体就听我的吧。好，里面是个空箱子，我们觉得这是真的，请揭晓。如果我们对了，这个箱子就归我们了。再给个机会哦。你改了，不需要了，谢谢你。给你们把什么都能给。Yeah! Yeah! Yeah! 是我们演的不好吗？招了吗？我是觉得你们很有勇气，就是小月月刚来都不知道怎么玩，你们还让她第一个说。我们从里面说好了，按真的说。哦。啊，然后我就说你一上去就说是个空箱子，以你那种狡诈的面容，没人相信你。结果他一上来说个
包罗万象。当时我们后面四个人就叮，就四个人就在握手，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才娜姐说不开心的事儿，什么祝福，什么什么的。啊，好吧，好吧，来听你们了。这个礼物不是一样东西，它是组合起来的。它是一个很甜蜜的东西。它既很甜蜜，也很酷。What？ 下一个甜蜜又很……哎，那个什么队友出现了。OK， 我喜欢的。又开始演梁朝伟。带来了吗？从外国传到这里来的，外国引进的，对对对对，西西，现在在这边也挺普遍的。哦，我先说吧，我懂了，你懂了，凤凰传奇的 CD。陈玉，边儿都没挨着，不是，它是个组合的名字吗？三个问题，对，你们可以问我们三个问题。出口转内销，这 CD 是吧？是吃的吗？嗯。甜的，算吃的，算是吃的，但是我说了它是组合，组合，不是那个 team， 不是那个，我知道，它是一个套组来的，对，甜点下午茶，组合是一个组合，甜蜜，马卡龙，你们要。魏佳突然的一句马卡龙让何老师怔住半秒，立马破功，让我们来看看之前他们的讨论片段吧。哦，他是用那种叫什么来着？马卡龙，用马卡龙，用马卡龙拼的汽车，还真是有一种默契叫何炅为家呀，没谁了。可何老师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呢？马卡龙是什么？我不知道马卡龙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吗？对，就是甜的煎饼。可以这么问吗？我们就说你的甜煎饼吗？不可以这么问。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猜出了，我们把这个问题猜出来，有可能是他们编的呢。又不是在猜灯谜。但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在打真诚牌，就跟我们一样。哥，我开始懂这个游戏了。真的，我以为发生什么了。小月月，要不是你辛苦赶来，我真想请你就走。也有可能他们描述。小月月既然懂了，让小月月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是不是马卡龙？马卡龙是什么？我不知道。甜煎饼。他也有可能他们描述的根本就是错的，然后给咱们一个错误的答案。现在按他们这个逻辑思维来说，比我们这边说的好。没有，因为我们后边嘛，不是。我的回答是不仅仅是马卡龙那么简单，这样加加加加，这样可以加。我信娜姐，假的，来娜姐。好 ，OK， 我们相信女人的直觉，因为毕竟我们这组只有她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我也很娘啊，我感觉她是真的。宝宝觉得是真的，我虽然觉得是假的，但是宝宝说是真的，我听宝宝的。我真的觉得像真的，是吧？你再给我一分钟想一想，没事，宝宝，我们都挺你。我觉得何老师的眼神像真的，但是有可能我在刚才说出那些的时候，何老师非常讶异，觉得我好像说中了。何老师在演，对，我觉得有点像演，但他们有点像演。何老师演的挺好的，就像我们似的。行了，娜姐虽然说一直听宝宝的，但是那个东西她一直在做主。好，听宝宝的。最后的决定就是真还是假，宝宝，3、2、1。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哎呀，真感觉就是真的。宝宝，听宝宝的，听宝宝的，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我永远支持宝宝。我们觉得，我相信何老师。哎，这份礼物跟我们一样，说的是真的。我们五个一起说，这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它是一个。马卡龙拼接成的汽车，那我们也是对的。那我们猜对了，猜对了。对了。Surprise！ 新年快乐！哎呀，好烦啊，架子上都没有地方放盒子了，好烦呐、啊！那谁可真烦了。在所有队员都觉得何老师在撒谎时，宝宝坚定地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何老师在演，我相信他是真的。我也演，但他们有点像演。何老师的眼神像真的。假假假假，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哎呀，孩子，你还是太年轻啊。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宝宝不哭，我们爱你哦。这么沉，开始演了。大理石啊，该我们描述了吗？对对，听清楚我们聊的什么了吗？空的。不是，你要忙，你先回去。哎、好了好了，小月月赶来就是拆这个节目的台的吗？开始了，开始吧。这里面有你，有谁？有我，有我。嗯，好，来了，好，来。这里面也有你，这里面也有我。哎，我来了。嗯，这个里面也有他。他是谁？这个想说的没错，他说的没错，没他，太空泛了，这个太空泛了。小月月会说比较实业，你说个实对。台上有，就是这里面的东西台上也有。对，台上你可以看嘛。好了，我为了让整个战局更加明朗化，我说清楚一点嘛。好，好，这里面纸做的。我这个问题麻烦你们五个一起回答，但是我们要商量一下。不可以，不可以。OK OK OK。不可以，是一张纸吗？不是，不是。啊，台本儿，台本儿。不，它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真的。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是真的。还有，我觉得是真的。我问你一个好吗？啊，你问。用手来比划一下，它有多大？三，二。台本真的，我觉得真的，你觉得是假的是？台客，你站的假的？我感觉是，从他们商量的时长上来说，感觉有假的可能性。你们觉得他是真的有我像我觉得假的那么坚定吗？没有，我被你说服了，被你说服了。啊？好，一起说假的。啊，那行吧。假的吧，好。就等于说你们认为我们。描述的这个台本是假的是吧？对啊，我觉得他就里面是台本。OK， 来吧，行。就是台本，按台本说的呀，台本说的呀。台本啊，假的。是什么？是什么？我们是节目组。哎呦，送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送给宝宝的一个蛋糕锦旗，王宝强的一面锦旗，用蛋糕做的。蓝宝宝厉害了，蓝宝宝厉害了，宝宝。来，全场观众祝《大闹天竺》票房。谢谢大家，谢谢。等于说我们还是输了是吗？这盒子又归我们了。没事没事没事，你们现在虽然输局已定，但是还是可以扳回成尊严。要我们这个吧，单要我们这个，好不好？何老师先，娜娜。这里面有你，假的。这里面也有我。台本，台本。台本，海涛。这里面也有你。真的，真的。这是我们快乐家族的。不对，我觉得是假的。宝宝，宝宝，你不要再说话了。我感觉这次肯定是假的。真的，我也觉得是真的。白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存在本身，它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哇！哎，那你装什么酷啊？你在那儿？哎，我有吗？来，祖蓝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你们猜的都是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对。你看我说是假的吧？我说是假的吧？要分析我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可以问问题了。它是快乐家族的签名照吗？不是。你们五个人一起来比划一下这个东西的大小。可以。三、二、一，嘿。有大有小，看见没有？何老师的小，哎、那个的大。哎，白客，我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哎，白客，箱子才这么大，你这么大？没有，我这是一个冻城。你要把它弹开啊！这里面有你。这里面也有我。
这个东西的存在本身，它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对，我们猜的都是对的。哎，快抉择了，快抉择了，来，相信你。已经是抉择了，真的呀。不改了哈，不改了，那我们揭晓了啊。不改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是说是真的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CD 吗？唱片？这真的是一张假的照片，但这张照片好可爱。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好感动啊！这真的是我们小时候，那个真的是我。是一张把我们五个小时候照片合成在一起拼成的一张我们小时候的合影。这个很感人，我刚才看到，我只知道我是P上去，我觉得你们四个好像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好棒，这个，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哎呦，好感动啊，好感动啊，因为今年我们快乐大本营，我们五个迈进了快乐大本营的第20个年头，真的好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哈，也谢谢大家。陪着我们一起从小到大，谢谢你们，谢谢。娜娜还用手搭着海涛的肩，你看，哎，娜姐现在也经常这么搭我肩。对，那时候星星跟佳佳就已经很像了。哎呀，看，那个时候我没有参加你们这次在草地上的聚会，但是娜娜脑子里面想着我呢，你看。是的，特别像，嗯，我。我觉得我们这20年，你看佳爷小时候多高啊！不过说实话，我们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应该想不到长大以后会遇到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的四个伙伴啊！真的有。真的有很长很长的一段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时间是我们五个在一起过的，特别好。我们是快乐家族。特别，好，谢谢。海涛问我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我说我好像少了一只胳膊。我在从小就想演杨过，我好难过。好吧，我们商量一下挂谁的照片，好不好？好，我们挂白客的帅照，好吗？好，好，来，好，看，哇，好帅！哇，文艺青年呢？哇，帅吗？还不错啊，超帅，刘德华，而且就是有一种不经意的感觉。那你们呢？我们随便了，因为他们帅照跟丑照没啥差别。怎么样，帅照吗？因为你这一轮你们输了，所以要挂丑照。丑照无所谓，来，丑照让佳爷笑一会儿，来，走。哦，什么附体啊？这张也可以说是王宝强。好，来，我们挂照片。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环节，提醒您稍后看点。你们两个那个头发是不是揪得特别疼呀？现在主要是揪得自尊心很疼。我模仿的是刘欢老师，金角刘欢，银角刘欢。我特别想穿起来一枪打俩。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明星爸爸，素人萌娃，千万别眨眼。10月7日起，每周五晚，《爸爸去哪儿》第四季。冠名的快乐大本营，那接下来是我们一个原创的环节，叫百变大咖对口型大作战。
听上去很像很多节目 mix 在一起。好原创呀，超级原创，大家往那边看。有一群鬼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妈呀！什么鬼？刚刚上场前，我跟那个宝宝拍了张照片，我希望那张照片能够保我明年啊，今年一年的平安，好吗？宝宝，辛苦你了。我跟你说，人呐、人的脸经不经得起折腾，就看这个环节。有的人扮上之后，就好像是他自己就这么来的。比如说像宝宝，你不觉得他有做什么特别夸张的？还有我们海涛，海涛有一种一直就是那个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吴昕倒是扮上跟没扮上，他是扮上了吗？没扮，没有，我坐在清新脱俗啊。我觉得今年没什么坎儿过不去。我跟你说，你看这个就跟街边的那些就不一样啊，这个吗？是吧？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不能有一点表演任务，只要有一点表演任务，全世界都不在了，沉浸在自己即将要进行的表演当中。不是紧张，再加上今天的表演，为什么紧张啊？我今天要表演的是就是五年前的杰哥啊，五年前的杰哥啊，那个时候正好是热恋当中，对吧？哎呀，哎呀，好了哈，这样今天的比赛规则非常的科学，同时呢也非常的特别。我们每一个节目都是由两队各派一名成员来合作完成。海涛，我刚才看到你累了，把肩膀放下去了一下。舒服多了，先做自己，先做自己。而我们的评审呢，就是我们啊节目组的对九位实习生。哎，一到投票的环节，他们就出现了。哎，你们成立一个投票组好了，好不好？啊，就他们的实习期好长啊。对呀，实习期 forever。而且呢，小芳就是一直坚持不跟大家穿一样的衣服。我怀疑小芳是。是什么？就是背地里控制了这个组织。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每一组的表演，就像刚刚说的，都会有各队派一个成员。那第一个表演呢，是带给大家一年好运气的这个表演。佳佳，你们队派的谁？我们派的是宝宝。好，我们队派的是白客。哇，好，掌声欢迎两位。王宝强白客挑战的是中国娃娃的大热单曲《发财发福中国年》，这首逢年过节在大街小巷都会放的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让我们看看宝宝和白客的神还原吧。是不是揪得特别疼呀？现在主要是揪得自尊心很疼，揪得自尊心很疼。
这个都没关系，只是我们俩这个型啊，很吉利。没有啊，就是你们自己啊，很吉祥。宝宝特别像，就是就这么来的。我必须要说，就是宝宝的造型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而且他出现在镜头上的时候，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很快乐、很喜庆的感觉。就是在刚才对嘴的时候，他还加了很多词儿，什么拜年了、过年了，让我想起我跟娜娜。对，宝宝的造型让我想起我跟娜娜的一件那个伤心的往事。有一次有一个电视剧啊，就是在我和娜娜之间选择一个男一号啊，然后后来就卡在我们两个的那个不知道是费用还是什么问题，我们俩就一直在观望说到底会选谁，然后我们俩已经做好了因为这个角色就是有一破裂的准备，最后那个角色选了宝宝。这个角色叫做哪吒。祖兰，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想很想葫芦娃？那个白客，你自己说一下，你参加完这个表演，你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我想抓紧看下一组表演，我希望能有一组让我找回一些自信。下一组是吗？我就靠你了，海涛。我会努力的。海涛不是我们这组的，是我们组的。白客，谢谢你为我们加油！还有我，加油！如果觉得刚才羞耻，那接下来才是真正羞耻的时刻，请欣赏两位刚才的原唱。真爱敲我家门，妈妈来点灯，人家人妈将在早晨，这才有多你妈来了。啥呀？恭喜恭喜发大财，争包了，没跟上，全体恭喜发大财，发财了，祝大家 happy happy new year。那个放心，播的时候我们会截取片段，不会让观众看整首，因为观众也忍不了，对吧？如果没有那个音乐声做底的话，我还以为是宝宝又回到少林寺在练武。非常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九位实习导演要给两位如何打分啊？如果支持白客是红色那一面朝前面，如果支持宝宝的话是蓝色的那一面朝前面。来，准备三、二、一，多支持蓝队。耶耶，有七位支持宝宝，有两位支持白客。好，我们先听听看小芳的意见好了，为什么是支持宝宝？我为什么投宝宝的原因就是说，在看表演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融入到了一种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感觉，但是在这个同时我又感觉到宝宝的表演非常的不自信，强行的把自己逼到那个绝路上面去。几乎是每一句歌词我仔细去听了一下，虽然是对口型，但是没有一句是念对了的，都是凭自己的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我听得最清楚的两个字就是发财发财发财，一直在发财。所以这个祝福你很喜欢，对吧？好，我们后面问一下那个支持我们白客的好不好。首先这个表演让我们觉得整个人都旺起来了，明年一年都会顺起来了。但是呢其中宝宝对不起，故意的是不是？我错了，打的眼泪都出来了，太不敢了，太不敢了，眼泪都出来了，对不起，文章，这是最大的，是这样的，刚才我跟你说一下，你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刚才你在专心点评的时候，导播切到海涛打了个巨大的哈欠，哎，胃都看到了，我不知道他是不喜欢那个白客和宝宝的表演，还是不喜欢你的点评，我哈欠打了一半，这个烟回去了，对，我知道，好，你把那剩下一半打完，好，感觉旺起来了，然后呢？特别是宝宝哥整个表演中非常的俏皮，非常的可爱。然后你自己知道你投的是白客吧？是的，稍等一下，我旁边这位同学也有话要说。好，来旁边这位同学。对，然后呢？万万没想到。好。你们俩既然没有对好，就不要互相丢梗了。一个人把它讲完算了噻。我连贯啊，这个梗要埋多久？所以万万没想到，我们投给白客啦。然后祝两位在明年能够旺旺旺。
不用对了，我受不了了。让我们用海涛的方式，一点都不好笑。我们用海涛的方式来对待你。好，完全不能怪海涛了。好，恭喜你，恭喜那个，请看我，你怕了吗？对，记一分，恭喜。好，两位休息，请休息，辛苦了，干得漂亮，干得漂亮。好，接下来两位来吧。哎，他们刚才说他们的衣服分了金色跟银色，海涛，你说你们这组合叫什么？我敢说，但是我可以勇敢的说出来，我模仿的是刘欢老师。所以你们是什么版跟什么版的？金角刘欢，银角刘欢。彭俊，请给我走一下。对不起，老师，老师，对不起，老师，老师。老师，过年了，过年了，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开心开心啊，开心开心。我们可以叫别的名字，对吧？我是，西直门吹雪。你是跟你说，刘欢老师不介意说你是金角刘欢，是银角刘欢，他介意的是你打了那个哈欠，毁了他。海涛好像个疯婆娘。来吧，上边都要开了，来吧。海涛和英俊挑战的是刘欢老师早期的神曲《喂鸡》，这首歌改编自六七十年代的儿歌。破天荒加入了电子音乐的元素，让这首歌充满了魔性的魅力，快来感受一下吧。走一趟吧，同志你好，走一趟，同志你好，同志你好，跟我走一趟，你好你好，偷鸡贼，我们可能得自己走一趟，走一趟，对，那个太吓人了，这个是每次这样的表演之后就必须的环节，就是郑重的向刘欢老师道歉的环节，道歉，来吧，不好意思，刘欢老师，这个我们平时一年也不敢模仿一次，这不过年了吗？正好就您的这个著作呀，这个小鸡之歌呀，也确实觉得在鸡年可以给大家带来好运。你为什么叫小鸡之歌叫喂鸡？怎么叫喂鸡？喂鸡，对，鸡年嘛，对吧？你们俩真的，我特别想穿起来一枪打脸。哎，我跟刘欢老师没关系，我这是雪村老师，我是来助威的。哎呀，太像了。好，这个我们问一下刚才这边的朋友，刚才我听到了吴昕在我后面一直叹气，你知道吗？但是这次我觉得杜海涛他的表演和那什么，他是非常的，就他自己把那个刘欢老师的精髓都给抓住了。一共只有两个人，我们不敢这你这样说，对不起刘欢老师啊，对，我们不敢这么说，宝宝。他完全把自己当成刘欢老师。是，我可以有一个加分表演吗？有没有这样？你说，有一个鲶鱼，好吧？来，土炮，够了。好了，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回放啊，来看看两位刚才的演唱到底如何，请看。好紧张。奶奶喂了两只鸡呀，什么鸡？大母鸡和大公鸡呀，大母鸡，一只白天忙下蛋呐，哎呦，一只清早舞梯呀，哇，唱得好哎，英俊，一只清早舞梯，
来喂了两只鸡，嘿嘿一二呀，大母鸡和大公鸡，嘿嘿一声吼，一只白天忙下蛋，嘿嘿一二呀，一只清早呜呜的，嘿嘿一声吼，来喂了两只鸡，大公鸡和大公鸡呀，一只白天忙下蛋呐。一只青草无敌呀，一只青草。后面还有一只鸡群开屏，对，鸡在开屏。好，这个表演，哎，真有点吓人，好吓人，两只鸡精，你知道吗？像像鬼吗？好，现在我们的九位的导演来投票了，好不好？支持海涛的话是蓝色，支持英俊的话是粉色。请投票。哎，你怎么你把翻过来了？换了，哎，他都特别严，又又改了，翻回来了。好，五对五对四，哎呦，五对四又赢了，赢了，我们赢了，你们英俊赢了，英俊是粉色呀。罗小雨同学，你来说说，你在经过两次这个翻牌之后，最终还是锁定了英俊。因为那个海涛哥，你明明就是一副很享受模仿刘欢老师的，你为什么拿过年来当借口呢？哎嘿嘿，燕儿又是你不真诚啊？对，好，我觉得这个好悬呢，因为如果这一次再是海涛赢的话，我们不用比第三轮了，对，就输了，还好，我们就不用比了。对啊，你说，确定？我说，我觉得胜负其实没关系，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音乐。What？ 海涛。你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跟刘欢老师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风里雨里，机场蹲你。对不起，老师，我鸡精吃多了。对不起，对不起，齁着了，齁着了。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最后这一组了，最后这一组终于轮到他们的表演了。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闹腾，尤其是我们这组的娜娜，因为毕竟是唱的最亲的人的歌，但是来了以后才跟我们。练了一下，紧张。大家都是这样啊。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紧张是来自于你对那个表演就是过分的要求，期待过高。人只要输得起，就一定不会输。那这件事情上怎么输啊？来吧，准备啊，两位。来。真的，他的那个 MV 里面就是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衣服。说实话，我觉得导演组有点偏心了。这一场的表演明显的。投资比刚才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要显得要贵一点。谢娜要挑战自己老公的大热歌曲逆战，从一开始就高度紧张，一直在默默练习，碰上了模仿界的大神王祖蓝，压力可不小喽。快看看这组完美演绎。听众您稍后表演的是五年前的杰哥啊，那个时候正好是热恋当中，对吧？哎呀，我爱谢娜。哇，披荆斩棘算什么？快！追过来了，追过来了。vivo 快乐大本营。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来 Yeah， 王牌要狂 Yeah，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上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
顽强，看着战火高压，瓦解的声音量，熊熊气势再出发，逆战逆战大业，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好帅啊，哇，很酷、啊、大会怎么呢？王祖蓝抢戏找点，他怎么抢戏来？你们待会儿听完那个，听完、那个、最后一句原唱之后，原唱就知道我是不是加了什么。我好喜欢你最后一句话，特别是最后你们一人扛着一个下水道的管子在那里，真的好帅，好重哦，好重是不是？哇，哎，我真的没有想，我想这种东西应该是泡沫这些做的嘛，是不是？它是实打实的重哎，你去试一下。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哇，对不对？铁的吗？这个是，而且要让我一个弱女子就是单手，真的很重，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担心会把那个王祖蓝压矮不许攻击祖蓝我唱完这首歌已经矮了一点了，你没发现吗？你们两个的表演都有一种非常帅的感觉，而且是把张杰的在不同时期的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浓缩夸张、然后密集的演出。你有哪些动作？他有一个，哎，你很好惊艳哦、哎、王祖蓝学得很像哎、这个，那个开场的部分一定像、他一定像，对对，有这个，所以很像、啊。哎，祖蓝，你做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像。祖蓝，你做这个也特别像那个，这个也特别像。哎呀哎呀，好利索。那个娜娜顺序错了一点。啊，你说。他不是先这样，他是先转了，然后一顶。哎呀！欢迎各位来到。那我肯定输了。那我下腰。各位，欢迎各位来到张杰舞台艺术研讨会。然后张杰跳。我输了，但我娜娜，我要给你提一个意见，张杰跳他不是这么跳的，他是这个，是吧？他两只腿啊，佛山无影脚，对，好，没票了，我没票了，我零票了，我零票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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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问一下这边的朋友们好了啊，首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这样的，金角鸡、银角鸡，不是人家这个演出明显比我们投入的多哦，感觉就好多那个。感觉旁边的那些、大会，我不想要银角大王点评。好，他点评的时候已经是刘欢老师了，干嘛？那你说，你说银角大王，你说。我感觉刚刚就旁边的人都更加投入到这个表演之中，简直是堪称完美。那一刻，我觉得我和你之间没有距离。你到底是刘欢老师是东北人吗？是东北的。好，来问一下那个欣欣好了，刚才这段表演，因为。张杰的表演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模仿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作为局外人，我看得很清楚。刚才这个跟前两个是一个环节吗？不是一个环节呀。我们心很伤了吗？我跟你说，吴昕是这样的，等把那个没有比较的空间吗？等把那个原因放出来，你就发觉是一个环节。对对对，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相信白客，因为刚才看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表演之后，他觉得没有那么尴尬。但是看完你们的表演，我觉得那个尴尬感又回来了。中国娃娃啊、我看完这个表演，我觉得现在自信了很多，因为这组表演已经坐实了第三的位置。我们第二呢，对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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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学的这词儿？你知道？其实我这个点评，我觉得白客的态度必须要端正。他居然看完第三个表演才敢相信自己不会是第一，其实这样不公平了。希望他开始有这个希望。你们这是娱乐节目，我们是农业节目，对吧？不是一个频道的，不能跟专业户是吧？各位参赛选手不要互相攻击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原因呈现，好不好？来，请看。在天鹅峰进入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的歌，在这让烈火重重的咆哮声，怎么支撑着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一架驶来驶来到，热血一流而上。战车
坐在法堂，勇士也是不可挡。Come on， 你站你站来耶、yeah ，王牌要狂耶、yeah ，唱到宇宙摆平世界。Come on， 你站你站狂耶、yeah ，王牌要狂耶。我们倔强的缺点，我要掌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让人生看不落在眼。去战场不见白眼，白热血战士，无惧口无背时，他们世界的勇士，摆在一起。最后还有还有还有，准备好了吗？还有。我爱谢娜。哇！说实话，猴王祖蓝，祖蓝第一声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模仿有些动作有点像，不足为奇。他最关键是很难呐、啊，他的那个音调来回变。唱到宇宙摆平世界，我逆战狂野。他在唱的过程当中确实分了一部分心，但是表演上依然那么完美。雄雄即使再出发 ，Come on， 你长你长来耶！对嘴嘛，有刃有余啊！好，那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的投票了，而且这个结果之前是大比分1-1嘛，那这个结果关系到底哪一队在这个环节可以挂帅照，哪一队要挂丑照？所以呢，我们给两位额外的一个拉票的时间，好不好？来，那个我想问一下祖蓝，你要怎么拉票？我真的每一次都看到自己的丑照，所以我真的很想有一次机会看到我的帅照。你们见过我帅吗？应该没有见过吧，对不对？刚才就很帅啊。呀，我们是这边的，对不对？我们要帅照，我们要帅照。对，该我了是吧？需要了，说吧。嗯，我拉票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杜海涛。他是我们队的队员，如果大家今天不让他发张美照，大家以为他就是这样的。赢了赢了赢了，我 OK 的，赢了你这个赢了，我怎样都可以。祖蓝在模仿的时候我相当感动，但是我更希望我爱谢娜是因为杜海涛。请大家帮助他。好，投票的时间了，如果支持谢娜的话蓝色，如果支持我们祖蓝的话，红色，红色，来，三，红色，二，一，请投票。哎呀！哎，家属，家属，主要是家属，大比分，大比分，给的是家属牌，大比分，大比分。但是，我来打分的话，我只给他多一票，还有比他多一票。我们来稍微访问一下，稍微访问一下好了。那位唯一的投那个我们祖蓝的那位男生是吗？唯一一个，谢谢你，谢谢你。你先说说看，你先说说看，为什么大家会都投给娜娜？你先分析一下他们的想法。其实因为最开始我也是想投给娜姐。哦、oh, ，OK。因为怎么着嘞？因为祖蓝哥可以看得出来，祖蓝哥是很努力、很用心的完成了这个表演，而且十分精彩。但是呢，我觉得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只能靠努力就能够可以的。就比如说，努力是没有用的。就比如说娜姐来唱杰哥的歌，轻松。娜姐往那儿一站就已经浑然天成了。是是是。可是当我一次次看到祖蓝哥拿那个铆钉嘎嘎去扎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值了。轻松。第一票应该投给祖蓝。对。我不太敢加太多。那是刘毅是不是？来说说看，你为什么投给了娜娜？因为我觉得表演里面是要有爱的，但是我跟杰哥真的不可能有爱啊。但是我觉得娜姐的爱更加深沉，对不对？那是她是没有办法跟我比，但是我们不要比爱。OK。现在大多数都是归结到爱这方面，但是并没有说我的技术很好。不需要。难道我是因为爱而走天下的吗？我相信女生会被这个打动。就是看女生去模仿男生，就是有一天我变成你的样子来完成一个你的表演，他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感动的事情，对不对？好不好？好不好？你看今天海涛也是有一天变成了他的样子。好了，我们来一个加分表演，模仿李亚男。好了，那么在这边呢，要恭喜那个请看我，你怕了吗？对，在这个环节获得2-1的比分胜利。谢谢友情牌，谢谢友情牌。好，海涛。口罩了，我们商量一下，商量一下挂谁的照片，然后我们待会儿来告诉大家结果，好不好？来，谢谢。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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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美照就让娜姐。你就是娜姐了。不好吧？好吧。不好吧？跟好吧之间没有任何的有一个连有一个连读，是不是？对啊，不好吧？好吧，肯定是你。这样好吗？那就是好吧还是不好吧？这样好吗？这样好。好，我们先看一下娜娜的美照，来，请看。哦。淑女啊，不错不错，好好看，而且这是素颜对吧？素颜是一个人吗？我跟你说，我下面那张也是带妆的哦。啊，非常可爱、啊、我最喜欢这一张啦。哎呀，这个我还发过微博的，就配的那个字是啊，做这个菜啊，要不要那么夸张？那现在挂照片好不好？好不好？来，耶，我好开心呀！好，那你也太美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轮游戏呢，不要抓住前面的人的小福袋。2017向前冲游戏规则：游戏参与者用弹力绳前后绑着，连成一队，两队分别从指压板跑道的起始点出发，互相追赶，在通过跑道上四种不同的障碍的同时，先把对方最后一名队员背后的香囊拿到，则算胜利。自我证明的一战，一触即发。出发！看看哪一队可以追上前面的队伍。预备，出发！开跑！啊！这个最难，这个最难，可以可以可以，快冲！要！哇，这边又快，这边快！小月月加油！哎，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主要是网子那里，网子那会减速，可以稍微提一点速，朋友们。我们这一队简直是粘在一起的三个人。快了！快快快！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快！哇哇哇！哈哈哈哈哈！他们三个好，呆着了，呆着了，呆着了！哇，好快呀、啊！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哎，小月月，小心，小月月！好，来了，来了，追上了，追上了！好，来了来了，追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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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月月的福袋去哪了？哎，小月月小心！哎，小月月小心！谁想起来的把这个掀起来扛过去啊？小月月过去的时候他自己就掀开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接下来这一轮呢，娜娜跟吴昕要上了，但是其他的男生是可以有调换的，但在这之前先要决定放谁的照片。我们先看英俊的帅照，赵英俊。哎呦，哇，真帅，我看到那一瞬间都好感动。好，来我们看佳佳的丑照。这衣服是谁的来着？上次交换睡衣的海涛的。对，好吧，来我们把照片放上去，同时我们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们换人了。来，小月月，你帮我们说预备开始好不好？谢谢我小月月。好，亲爱的朋友们，精彩角逐开始了啊，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吴昕，吴昕，快点！吴昕，吴昕，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吴昕，吴昕，快点！吴昕，吴昕，吴昕，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好，宝宝，你们不要太猛啊！娜姐，娜姐，哇！小心小心不行！小心不行！海涛，海涛的拖后腿啊！原来蓝队没有我这么快就能赢，我的天哪，蓝队没有我这么快就输。经过两轮激烈的角逐，最终确定战局，请看我谁怕谁队放出吴昕丑照。大家想不想看吴昕的丑照？这个脸太小了。爱我你怕了吗队放出宝宝的帅照。哇，闷到爆，这太帅了吧。而最终败北的队伍要接受全员鬼脸封底照的惩罚。一月呢将会用我们五个的在棚里面拍的沙龙照作为封面，十二月以你们五个摆在一起的鬼脸照作为封底。转身。而快乐大本营的新年台历也就这么诞生了。谢谢这一年观众朋友们的支持。2017，请看我。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不着急，那个彭于晏还没结婚呢。谢谢，来，那么今天呢玩得非常开心，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要去电影院支持一下王宝强的导演作品，同时有我们几位非常优秀的演员还有我们音乐人通力协作，给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的观影体验。大闹天竺，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以上就是我们金狗冠名的快乐大明今天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现在看快乐大本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博微信咯。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再见啦，再见。见到你的笑容，只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